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呢，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你。《青春有你》第三季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推荐一个人参加比赛，有什么好的人选吗？三三，李四，王五，李二。好了，够了够了够了。我说一个人吧，梁森。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像训练生，靠谱吗？靠不靠谱呢？不是你们说了算。行不行，是他自己说了算。我说一下我推荐他的理由。第一，他非常努力，他对每一件事情的态度都非常非常的认真。他很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他也很明确自己的目标。第二，他为了留出更多的训练时间，他把头发都给剃了。第三，他为了所有人能高看他一眼，他尽可能长到了最高。以上就是我推荐他的理由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。你不准说，不许反驳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好吧？就这么定了，哎，散会。我是德阳娱乐训练生梁森，夜深11点了，你还没有睡，又失眠。这样，我给你分享一首佩索阿的诗。你不快乐的每一天，都不是你的，你只是虚度了它。无论你怎么活，只要你不快乐，你就没有生活过。好梦，晚安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梦辰，在这里呢，要祝梁森同学参加爱奇艺《青春有你》第三季取得好成绩，成功出道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凯啊，祝我的好兄弟梁森同学啊，你这个参加的《青春有你三》啊，加油，努力，取得好成绩，加油。Yo，what's up？大家好，我是黄旭，我的好朋友梁森要去参加《青春有你三》了，支持他好吗？然后也希望他取得好成绩，加油。祝梁森同学参加爱奇艺《青春有你三》成功，希望你能够有自己最大的舞台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Purple，祝即将要参加爱奇艺《青春有你》的德阳娱乐梁森同学可以绽放光芒，取得一个好的成绩。森哥加油，向前冲！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